屏东塘港一栋这社区大楼，停车位车住户老小姐，搭停好车要开车落门，要开门落车的时阵，厝边就骑机车到边啊来试这下岗开关，好个车卡伫车位面顶，车门是严重毁损。对方说讲是车伤乌，无看到有人，可以真歹接受。车慢慢北去入去机械的停车位，停好了，车主老小姐开门拄啊要落车，都一名工大楼的男性客户骑机车过来骑下岗。从我前面的视角闪过去而已，因为我没有想到说他是骑过去按操作按钮。那他为什么去按那个钮？我不懂，但是他的车是在隔壁。车尾向向下降，造成开一半的车门卡掉的，规台车起一边。事发伫一月初，屏东东港一栋社区大楼，当车时搁伫车顶的老小姐，惊甲赶紧发救人甲报警。突然会注意机械车位内状况，随即操作该机械车位，造成当时人在机械车位内之刘女及其所使用之车辆掉落，并卡在机械车位中。老小姐表示，当时伊拄啊开车门，车内的火都有光，但对方煞讲是车伤暗，无看到内底有人，予伊无法度接受。而且伊的车因为这件事故，包括倒边前门等真侪所在歹去，修理要开七万几块。其实机械的车位伫北区的时阵会发出警报的声音，等车停好才会停止。这时阵任何人都会使骑下降，但车位边啊嘛有大告示提醒，一定要确认车内无人才会使启动。想袂到也是发生安尼的事故，让老小姐除了着惊，搁爱甲厝边协商赔偿的问题。记者陈环宇、柯正准、屏东报道。